这是哪里啊？难道穿越剧本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男的是谁啊？难道昨晚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？别急了，这不是道侯人气高冷小生邢晨吗？来，早餐。冷静啊！我事先声明啊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我们昨天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哎，你们家装修还不错啊，挺有品味的。成功人士巅峰住宅，看来是真被撞傻了。好帅啊！天上砸下一个男神，不对不对，现在不是犯花痴的时候。我身份证怎么在这儿？今天天气蛮好的啊。喂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你这个领带挺有品味的呀。男模拼单的，吃完早餐就走，再过半小时就是下一位了。等等我，说清楚。这是我助理，不是拼的，有什么事找他。等等，你跟我说清楚，昨晚我们你打呼噜，我会保密的。胡说，我才不打呼噜呢。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谁啊？朵朵，是我。多多，我给你送早餐来了，噔噔。